我们只需截断其后援，寿春撑不过越狱，就会不攻自破。圣上已将楚宁侯府一家押入大牢，程娘子连夜逃出都城，下落不明。再拖一日，少女军的危险便再增一分。不如强攻，速战速决。这上面的墨砚都没干呢，是嫌自己命活得太长了吗？ 程娘子要离开都城，这可是叛逃死罪呀！你可千万不能节外生枝，保护好自己，别闯祸，我才能心安。你武艺再高，也绝逃不出我的寿春城。你的兄弟他们今天都要死在这儿，给我陪葬。 小心，母亲！已经断气了。少商，少商，走。娄兄可是也觉得。 这严忠果真投敌了，看不出什么古怪来。我是根本不会相信，严大人会带着2000精铜投敌呀。李夫人如此迂回地给我们线索，定是因为被人威胁。看来在这县衙之中，有他顾忌之人。尸体都有何人？看装扮，是这次跟随程将军前往通牛县的护卫。 人都在这儿了。华府在何处？华府在何处啊？我要杀了你！孽障，竟在长秋宫大喊大叫的，成何体统？小五，形容怎如此不堪啊！儿臣鲁莽。 其实我早就爱上您了，为何您就是？
能得上商君心疼，子胜三生有幸。